第二题，关于波的叙述何者正确？选项 A， 无线电波在太空中无法传播，这个是错的。我们的无线电波是属于电磁波，电磁波不需要介质就可以传播，选项 A 错误。B， 声波在外太空中无法传播，这个是对的。声波是属于力学波，它需要介质，外太空中没有介质，所以无法传播，选项 B 是对的。C， 铜介质中无线电波的传播速率与声速相同，这个是错的。无线电波的传播速率是光速，比声音的速度快很多，选项 C 是错的。猪，声音在空气中是横波，这个当然是错的。我们老师上课强调过，空气传声呢是一个纵波，所以选项猪是错的。第二题问我们说，关于波的叙述何者正确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 声波在外太空无法传播。